你家有点钱儿，借点钱花花。哼，你想倒霉，你也不问问我是谁，我可是玉树临风、威震四海、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鬼啊。那我就是猕猴桃呗。是你这个进口的厉害，还是我这国产的厉害呢？哼，谁敢欺负我家小主？嘿，拿个女的来当垫背啊，我看你是真找揍。你哈哈哈哈，永远不要小瞧女人。小不懂，给我报仇。天爷，就是你欺负我家小主。月月，你没事吧？小主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搬救兵。哎，你，我，他，这你，哦。滕老师，干嘛？换发型了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你这发型特可爱。以前不可爱吗？以前很女人。现在不女人了。现在也女人，少女。那原来呢？原来像妇女。不，女子。女流。你是。谢谢啊。郭老师，救命救命，大爷饶命啊。哎呦，哎，什么情况？你是齐玉国请来的救兵吗？你是长大了的红孩儿吗？你是齐玉国请来的救兵吗？这位同学，你是我。君子动手是不好的，暴力解决不了问题。我要报仇。停，先把问题说清楚。你管不着我。江峰，董明浩，我恨你。对不起。高三的。物理难点汇总，对，答案都对了吗？都对了。那你成绩够好的。原来没那么好，不过现在呢是班里前三，速度也够快的，每次都是提前交卷吧？原来呢是只有速度，现在既有速度又有质量。原来是什么时候？来学大之前啊。怎么了？您儿子也来这上学？我儿子啊，对对对。老师，我是来找您的。你干什么？我可警告你啊，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。哎，老师您别怕。我怕笑话？我怕我谁啊？你别过来啊。老师，我想求你点事儿。你说。你给我补课吧。我们这里只招收小学生和中学生，不管成人考试。老师，我就是高三的。都这把年纪了，就别卖萌了。老师，这是假胡子。老师，我真是高三的。你长得也太着急了。你叫肖不东。对，同学们都管我叫小不懂。你为什么欺负齐玉国？
因为我是大无畏的救兵。你为什么当大无畏的救兵？因为我没有钱补课。为什么没有钱补课？因为我爸妈是外来务工人，所以没有钱给我补课。为什么？老师，我是外地生，所以高考还得回原籍考。老师，您还有为什么？还一个，为什么找我补课？因为我看到吕冰冰成绩提高得很快。好，老师决定给你免费补课，不过我可有一个条件，不许再当大无畏的救兵。这些题的答案啊，完全正确。哎，老师您温柔点。你这么装，老师都忘了你是个学生了。失手。哎呀，老师，没事。哎，老师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老师找你来呀，是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现在这国家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，外地务工子女可以在学籍所在地参加高考，这样可以免除了旅途劳累之苦，也有时间复习了。真的，老师？嗯，太好了。哎，老师，老师，您没事吧？你劲儿够大的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啊，对对对，咱还是继续吧。啊，哎呦，小班长，吴大伟同学，你还像原来是个捣乱分子吗？我只是记得呀，以前你当班长的时候老打我小报告。谁让你不交作业，还在自习课上搞恶作剧？君子报仇，真是啥时候都不晚哈！你要干嘛？不干嘛，赔我点精神损失费，我就原谅你。没钱？没钱。手机也行。哎，同学，你也太不礼貌了吧！你谁呀？林一南的学大校友，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吕冰冰。小不懂。不行，我得藏起来了。哎，你这么装还怕他？啊，不是，我跟大威签过一个合同，我必须得当他一年救兵，否则我就得赔偿他。还有这事儿？这合同不公平，不合法，我帮你讨个说法去。小不懂，小不懂。哎呀，老师不行，我还是藏起来了。哎，别怕，有我在。老师，那您。保重。老师还是帮你想个辙吧。哎，老师，那这……啊，老师，这道题怎么写呀？小不懂，小不懂。大无畏，你在找什么呀？啊，老师，您看见小不懂了吗？嗯，没看到。哎，这位妹妹啊，不是，姐姐，您看没看见一个胡子拉碴的人，个头有这么高？没有。哦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位女生长得有点壮哈。基因好。就这还基因好，全属于傻大个儿。人家也不想长那么高嘛，人家也想小鸟依人嘛，人家也想像索罗里叶萌嘛。萌姐姐，您够萌的了。呀，这位女同学看着够壮的呀，强壮，彪悍。萌。这发型挺眼熟的呀。小不懂，你请的救兵什么时候来啊？喂，讨厌，好好说话。你别忘了，咱俩还是签过约的呢。那我陪你。
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你拿什么陪我？你等我考上大学，参加了工作，挣了工资，我第一个还给你。停停停，你不说马上陪我吗？我等的头发都快白了，要陪现在赶紧陪。现在怎么陪啊？反正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好好学习，再也不给别人当救兵了。说得好，小捕头，大卫同学，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孩子跟我说，如果再做有损学生形象、破坏社会风气的事情，我就会把他花钱请救兵的事情告诉他们家长。这个孩子是谁呀？大卫，感谢你如约在考试之前没有打扰我，让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，现在可以谈谈赔偿你的条件了。这么高分，一本还名校？嘿嘿，侥幸侥幸。不可能，老师肯定给你开小灶了。如果要说开小灶，那全学大的每个同学都开小灶了。哼，学习好有什么用啊，当心变成高分低能的傻瓜。错，学习好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。梦想？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汽车设计师，工程设计专业，这就是我梦想的开始。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宠物医生，让更多的小动物更加健康快乐。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品牌推广师，让我们的公司在未来的竞争当中独树一帜。我的梦想是当一个大老板，像我爸那样。其实那是我爸的梦想。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网络规划设计师，让更多人在网上实现梦想。我的梦想其实已经实现了，就是成为一名好的老师，让每一个孩子快乐地成为一个个的小天才。你呢？和你一样。梦想看你的镜头的那个啥，还是我的哇塞，帅掉阴霾，阳光照耀下的未来，一步一步汗水浇灌，心愿是最好的伙伴，希望不会被谁掩盖。